各位观众朋友好，我是明简居士，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观看啊。今天我要跟各位解析的名字，第一个叫姓蒋，草头蒋。第二个就是超，超然的超。第三个字是景，风景的景。49年次了，今年已经61岁了。庚子年，也就是说整个他的人生格局，61岁，从61岁，这也就是第一个字是0到20岁，第二个字是21到40，第三个是41到60，所以从61岁开始，他要回头走蒋。对于老鼠来讲啊，蒋这个字，对他这人老鼠有点点不公平。草属灌木，金根金属金，金克木，所以啊，这算是帅哥了，他笑不出来啊，他不是那种长辈缘很好，笑口常开，他不太笑。然后呢，老鼠是为王啊，不能为将啊，又掉格了。所以这人老鼠呢，天克地又降格，所以让他的智慧也不够，就是聪明度也不够。也就是说他想的东西往往会落差，有点点落差，因为他为王嘛，结果变将嘛。好，所以在这个格局里面呢，61岁以后啊，他的运势反而走下坡。那我现在不讲这个，我来讲他从21岁开始走超。超这个字对老鼠还不错，起码走，老鼠走表示他不是跑，他是走，表示还是有他的威仪，因为排行第一个嘛，他走路还是可以的。然后逢刀口，那个老鼠最喜欢钻洞，所以21岁到40岁算他的人生中的精华，还不错的一个时间。可是呢，问题点在41岁以后呢，到50岁，你看这风景的景上不是一个太阳啊？老鼠最怕见光，日月都是光，对他都不好，所以他见光死。也就是说，过了41岁，在60岁到50岁之间呢，人生又开始走下坡。是他的人生在这个阶段很好，过了阶段以后，在10年之间，让他的运势越来越不好。不好的什么是他的事业？可是他的第三个字的阴边啊，是个金，金最起码中间还有个口，然后京都是帝王居住之所，所以对他来讲，51岁到60岁又很好，所以他人生阶段是一段一段的，很奇怪啊，所以他今年已经61岁了，所以在这前十年。他觉得还可以，还过得去，可是没有想到怎么临老所有的身体状况又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本身的运势又开始走下坡了，而且事业也越来越差。可是所幸是什么？因为京都这个京是代表他的妻住，也代表妻子的助力。所以啊，他靠太太，他这一辈子还过得还可以。如果说他没有这个妻助的话，
他有的钱有的可以花，可是呢只是代表他赚的钱够他自己花而已，够他自己用，这不是属于一个男性朋友的格局。所以这个名字看起来就比如说他的外缘很好，不是，就是说他的人际关系很好，可是呢帮他忙的帮不上大忙，为什么？他要靠朋友来闯事业，没办法，所以他只能是说自己科名不彰显，然后事业不明显，所以他只能什么呀，到一个小机关吧，大机关还容不下他，小机关找个工作能够安安稳稳的过一生，这是他人生其实就只能这样子过啊。因为你的大运不好，很多东西已经限制住了，61岁以后这个格局又不好的话，会让他第一个他应该会有秃头的现象，要不然就是白发苍苍啊。所以秃头白发，而且眼睛啊，记得就要戴个眼镜了。如果你不戴眼镜哈，表面就是面子啊，会有伤哦，会受伤哦，而且是一个很明显的伤痕哦。所以对蒋先生来讲，我是觉得这把年龄了哈，知足常乐了，知足常乐，不要想要怎么样太大的发展，其实时不我与了。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，你的运势其实你是想要拼也机会不大，安安稳稳的过一生就好了，好吧？好，这是第一个名字。再来我讲一个关心朋友的来信，他。因为前有一集我跟他的名字也加个马字边，不管是马字卷还是马字什么哈，他说马这个字如果是对狗来讲好像不好吧，为什么？马属火，狗是土中藏金。可是记不记得我有讲过，马跟狗跟老虎走三合哎，所以这个句用的第三个字非常强啊，可是为什么火又来克金呢？在强中里面，我如果是意思是说，名字学如果说我比较深入的探讨，如果你的名字很好，我挑不出毛病，可是我还是可以给你告诉你会有什么状况。这个名字如果用下去会什么状况呢？火克金，意思是说你莫名其妙会花一笔钱，虽然你赚到钱了，可是在流年不对的时候，你会花一笔钱，花的你会有点感觉心痛，因为火克金，把你的财库克掉了。所以说有没有作用？有作用，影响大不大？对你个人的整个的这个福德来讲，你的福气已经很旺了。人没有十全十美的，对不对？十全十美的人，我们叫躺在床上的人，不是好命的人。所以名字有点破绽，这个是好事啊。会让你做事情都会不会太嚣张啊。所以这个朋友因为他可能节目看的比较多啊，觉得我的名字学讲归讲，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总觉得有问题啊？事实没错，你看得很细，可是这些地方在我的解析里面我往往不做解析，因为这些属于比较属于更深一层更细的地方，对你的整个人的一生来讲影响不大，所以不要太去介意。人我刚刚讲了，十全十美不见得好。你如果这个分数第二个字第三个字都很好的话，你可能有90分以上的一个运势啊，也代表你这一生已经过得很顺利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小小的火克金就不要放在心里面啊。可是你学习上有没有作用？有。那要不要解析？可以解析。有没有必要？没有必要，好吧？好，那今天我就讲到这边了，谢谢各位观众朋友，再见。